友情提示，这是一部让强迫症看了都直呼过瘾的灾难片。科学家正在进行一起实验，而实验室外都布满了军队，可以看出这实验并不简单。这个工程师正在给机器换钻头，而被换下来的钻头放大1000倍来看，上面出现了一种超级纳米虫，它的繁殖速度不但非常惊人，而且超级坚硬的物体也能啃食。这时工程师发现了异常，他拿起金刚钻头一看，钻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工程师觉得不对劲，越来越不对劲，于是他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却被领导叫停了。原来他的防护服已经被咬破，他试图想用手把虫子扒拉下来，可明显有个卵印。他哀求长官打开门让他出去，但所有人都不动于衷。领导表示在我意料之中。20秒后，男人就七孔流血倒在地上，身体被纳米虫一点点的啃食掉。这时工作人员发现捆绑巨人的风钢锁扣也被纳米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吞噬，甚至房间里 3C 认证的钢化玻璃也逐渐出现裂痕。领导见状，完了，中国制造的钢化玻璃都顶不住，于是赶紧按下燃气开关，108度的火焰瞬间喷涌而出。领导此时默默在向耶稣祈祷保佑，然而直到火焰逐渐停止时，发现巨人仍然骂声木有啊。在场的所有人足足被惊呆了5秒钟。此时巨人慢慢地举起双手，你以为他是要投降吗？ No， 巨人的手开始分解成无数的纳米虫。领导见状，那赶紧逃命要紧，但已经为时已晚，大量的纳米虫瞬间冲破玻璃侵入控制室，场面十分震撼。此时外面的军队也感觉到不祥的征兆，这时实验室的钢铁门慢慢开始有了动静，只见攀浪一声，2吨重的钢门直接被弹飞300米高度，无数只纳米虫蜂拥而出，军官见状赶紧下令开炮。但炮弹打过去几乎都成了哑弹，而且攻击越猛，纳米虫繁殖的速度越快。士兵们看到这一幕开始疯狂逃跑，但已经为时已晚，纳米虫以每秒100米的速度吞没了整个军队。事情还没结束，2分钟后，一个司机老在高速上快乐地行驶着，当他发现到异常时，纳米虫已经在后面啃食车厢了。不出15秒，整架大虫卡车被啃得连渣都不剩，就算是擎天柱来了也坚持不了20秒，甚至连路旁的广告牌也没放过。而随着纳米虫的数量越来越多，吞噬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就连巨大的体育场也挺不过15秒。但是纳米虫仍然还没吃饱，朝着城市中心疯狂飞去，人类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而现在唯一能救他们的，只有曾经纵横驱魔3界的约翰康斯坦丁。